第十五章，宗内大比。这个时候，远处的战斗已经分出了胜负，张家的武者只剩下了寥寥五人，正在树林中夺命狂逃。叶希文身影一晃，跟了上去。可恶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些畜生，好不容易张家参与的几个人逃脱了铁背银元群的追杀，刀疤脸中年男子身上满是血迹，都是和铁背银元王的搏斗的时候留下来的，如果不是果断的撤走，只怕他们要全军覆没。回去之后，让家主调集高手，将这些畜生一网打尽，不然难消心头之恨呢。一个张家的武者咬牙切齿地说道。还有那个凶手杀了我们两位少主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这次的事情也有蹊跷，那些铁背银元怎么会好死不死地挡在我们的去路上？又一个武者不甘心地说道。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人，但是逃走的时候只剩下了五六人还活着了。杀死，统统都要杀死，碎尸万段。刀疤脸中年男子咬牙切齿地说道，你们只怕没有机会了。只听一声清朗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张家的众人抬头一看，却见一个约莫着十七八岁的少年目光清冷地看着他们。正是叶希文，是你，就是你杀害了我们的少主。存活下来的五个人中也有之前那一队人马，认识叶希文，我们张家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们以后都没机会回去了。叶希文冷笑着说道。小子你找死。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大喝一声，抽出长刀朝叶希文劈去，刀光闪烁，刀气逼人。虽然已经身受重伤，但是后天七重的武者到底是后天七重的武者，就算是身受重伤，等闲的后天六重的武者在这一刀下也绝难逃命。不过可惜叶希文不是什么等闲的后天六重的高手，现在就算是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巅峰状态他都能斗上一斗，更别说现在重伤状态了。枪，叶希文瞬间抽出长刀，逼人的寒芒要遮蔽人的眼睛。叶希文一刀劈出新月斩，犀利的刀气劈裂开了空气，瞬间斩了下去。轰，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的刀气被叶希文的月牙刀气给生生击溃，一路直冲而下，势若闪电，竟是将奔雷手的精髓都加入了进来。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根本就来不及逃脱，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只来得及惊悚地看着叶希文喊出，怎么可能？是心，刀光闪现，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直接被从中间劈成两半，鲜血喷洒而出。显然这个刀疤脸中年男子已经认出了这一招，但是来不及说出口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执事居然被杀了？执事不是有后天七重的实力吗？几乎不比一些核心弟子要差了，怎么可能会被一刀斩杀？好可怕的刀法。见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被一刀斩杀，顿时张家仅剩的几个人士气大溃，本来他们就是刚刚溃败下来的，现在连他们中最为厉害的刀疤脸中年男子都被叶希文一刀斩杀，他们不过是后天四重五重罢了，他们再也提不起抵抗的心情了。剩下的四人大喊一声，四散开逃。不过叶希文是绝对不会让他们逃走的，张家是清风山上的两大势力之一，这些人都见过了自己了，如果让他们逃掉，自己恐怕真的会麻烦不断。
甚至会面临张家的雷霆报复。枪，叶希文提纵全身的功力，一刀将劈出，刀气纵横，快如闪电，在一瞬间就劈出了六刀。一个逃跑的张家武者就已经身首分离。叶希文几乎没有任何的停滞，长刀在手，横扫而出，速度依然奇快无比，带着一丝丝的雷暴声，劈入了又一个武者的身上。随着两个武者被叶希文斩杀，剩下的两个武者也没能逃脱，最后被叶希文杀死。终极武技的威力无穷，虽然奔雷手推演到完全之后，完全不下于一些终极武技，但是就杀人的效率来说，叶希文也不得不承认还是新月斩更强一些。斩杀了最后张家的残余之后，叶希文算是松了一口气，不用再面临张家的追杀了。之后就算张家想继续追究，也要能找得到人才行啊，也得知道是谁才行啊。暂时摆脱了张家的纠缠，叶希文也没有要回去的想法，他还要在这里继续磨练半个月，因为半个月之后就是一年一度的宗内大比的时候了。宗内大比是宗内三年一度的盛大活动，不过参加的只有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两个，也分成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两个部分。外门弟子前十名可以晋升内门弟子，但是内门弟子中大比的前五名才能晋升核心弟子。一元宗中外门弟子好几千，内门弟子才不过是一千出头，而核心弟子才不过是一百多人。如果说内门弟子是一元宗中的精英的话，那么核心弟子就是种子，一元宗发展壮大的种子。一元宗之中大部分的高层都是出自核心弟子，说句夸张点的，就算是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全部死光了，只要核心弟子还在，那么就没事，还能迅速发展起来。但是如果是核心弟子中的人损失一半，那么一元宗都会元气大伤，可见核心弟子在一元宗中的地位了。叶家三个兄妹中，叶枫和叶如雪都已经是核心弟子了，只有叶希文还在内门弟子中挣扎。核心弟子也不是每个人能晋升的，虽然不断有高手晋升到核心弟子中，但是绝大部分人依然没有机会，因为不断有天才崛起，抢占那并不多的晋升核心弟子的位置。有时候不仅仅要讲究实力，还得讲究运气。到了25岁，如果还不能晋升核心弟子，那么要么成为一元宗中的管事，要么下山自谋出路。一旦晋升成为核心弟子之后，那么可以得到的待遇和以前相比，简直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过是一百多人的核心弟子，就占据了起码一半的一元宗的资源。